我就是要压迫感嘛，我来。他之前也练过铁头功嘛，非要给我们展示看一下，起哄，然后就去院子里拿了两块砖，然后表演了一下，就感觉挺厉害吧。我就是要压迫感嘛，我来。他之前也练过铁头功嘛，非要给我们展示看一下，起哄，然后就去院子里拿了两块砖，然后表演了一下。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小子，你服不服？是吧？是吧？姑爷恐怕这个，这老丈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露一手真功夫给女婿瞧瞧。潜台词很明显，对我女儿好一点，她欺负你可以，你欺负她门也没有，要不然你懂得啊。说这个简直不是所谓的老丈人啊在点拨女婿了，简直都戳到他脸上去了。